日本女生们第一次吃台湾的便当。在屏东第一次吃便当。有点方便哦。哎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是便当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猪排。嗯，是吗？嗯，应该是哦。耶。然后里面是有香肠。哦，香肠，我很喜欢台湾的香肠。嗯，跟日本的味道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，日本的比较，但台湾的比较甜。甜。嗯。然后还有里面有蛋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些蔬菜，嗯，这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想要说这个厉害哦。对对对，这个设计不一样。对，すごいね，很亲切的是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煮。不像吃。嗯，好吃哎，好吃，ちょっと甘くて，那好吃。重点是我没吃早餐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没吃，只有吃饼干。我今天吃早餐五分钟就结束了，所以还是很饿。嗯，它的摆放是不是那个台东的米？嗯，台东米是很有名的吗？这是最好好吃哎。嗯，好吃哦，好吃。哎，那这个是这个米是台东的米吗？当然。哦，哎呀，是怪怪，好吃。嗯，台东的米好吃哎。但是不晓得那么的油。对，有时候台湾便当这个很好吃，都好吃，但是有时候米还好。对，但是这个米真的是很好吃。是它那个列车灯光昏暗的时候，那个时间是给你们吃。完全真不缺。那个卤蛋你都走了。对呀，还有吗？三掌。我只吃半个而已。真假？嗯，我喜欢这个，嗯，因为有些山枣太甜，还有太酒的味道，嗯，有酒的味道。嗯，你吃过九份的山枣吗？没有，那边是有酒的味道的。九份的那个老街卖的，嗯，比较特别。嗯，我也来吃看看。嗯，啊。已经开了。好，再见了。但是在说再见前，跟各位教一下哦。所以你们我偷偷讲说，阿达尼巴古哟，阿达尼巴古哟，好像是。好，我们等你们等到海枯石烂呢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日本话辛苦是好，马萨罗，马萨罗，不见了，马过一下，马萨罗，啊，马萨罗。吃饭的时候小心筷子哈。一个是，一个是台湾籍的。会讲台语。阿里嘎多。嗯，是马沙鲁。然后，另一个是阿美籍的阿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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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文也有。阿赖。阿赖。阿美族。阿赖是阿美族的。原来是台湾。阿赖是阿美族的。阿美族的。日文的阿赖的是怎么说？中文是马沙鲁。中文最好是有再见，卢凯主任再见，好嘞，可以上。山里面的土石流冲刷下，泥沙冲刷下，
惯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各个城市的蓝雨哈，像不像你今天早上喝的那杯饮料？那有没有看到葡萄牙人？你看到吗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。对，那在跟你说，伊拉佛摩萨。谢谢看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